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信网破位股追踪。我哋今日要讲嘅破位股系亚太卫星1045，股价今朝裂口高开一成之后，最多升过一成半，高见7.45，一度突破咗7月中嘅阻力位，创咗15年嘅新高，成交亦都急增噶。亚太卫星嘅急升咧，主要系受到业绩好带动，股份上半年嘅纯利增加超过1倍，去到2.7亿900万，每股嘅派息亦都增加1.5倍，去到5仙。亚太卫星的收入来自卫星转发器出租等的业务，客户覆盖亚太、中东、非洲等的地区。其实公司在7月中已经发过盈起了，今次正式公布盈利上升，刺激股价破顶，反映业绩远好过市场预期。今日急升之后，14日的 RSI 一度升到去70以上的超买区。由於股價比較波動，投資者可以在7.1的附近收集，作中長線投資。7元這個水平會有比較大的支持。多謝收看信網破位股追蹤，我們明天再跟大家見面。